他妈有点炫啊！我乱干人，我开始，我上手了，我操，我乱干人，乱干，我这套有点炫啊！迅雷不及掩耳，掩耳之闪雷电云法。我操，雷电云法有点屌。对啊，一个传奇护符，搞得有点像孙悟空，我这。他妈没护甲值是吗？我需要搞点护甲值。我又干死一个，好像逃你马呢，凑进群了，进群了，云哥，我在进，我在进，没事，别担心。哎呦，这群里好多人。我他妈一秒钟被瓦解了啊 ！Bitch， 我接受不了！别救我，别救我！里面全是人，别救我！搞了半天，我就打了一个人吧。哎嘿嘿嘿，我是个废物。哎，我看到左上角全是什么，有一个日本文字的荒什么的。加油！别管我，我是废物。哎呦，你也没血了。是啊。哎，这小圈里不适合我发挥啊，外面飞的地方比较适合我发挥，我在外面乱发挥。中间三个人在那个小坡上，你快逃呢。哎呦，这他妈怎么撒的？哎，我还没死，活着，坚持，你还有个被动。哎呦啊，跳到堵上了。哎呦，哎，我造成伤害755啊，不是我，是他，他叫阿唐，他755，不是我，他奶奶的兄，我多少，我不是刮痧仔吧，我615，我615，雷电等级低了，我雷电等级低了。还可以，我刚才哎，不是，不过我刚才打的是助攻嘛，我一直看到人身上跳东西，我确实在外面乱干。好像要你要你把他打倒了，你必须要把他那个、哦要补刀，对，还要补刀才算，不补刀不算击杀的，对。感谢整息，谢谢 Probius， 哎，这游戏是免费的，还不错，兄弟们，刚才打起来感觉还可以，我再换一个吧。这个毒是慢慢磨人的，这个火呢是打爆发的，风是打控制的，雷就是有点像机关枪的那种感觉，但是雷那个就是蓝不够用，一扫那个蓝就用完了。雷，你玩雷的话控蓝很重要，玩这个雷控蓝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风雷是无敌的，风雷是什么？雷风暴吗？雷切啊。你好啦，我再来一把，我再来一把。洗个澡不飞快的事情吗？我再来一把。说了你们打完这局我就来了。你他妈洗澡这么快啦？啊，不洗头啊？衣服裤子脱完再那个什么就？你这是洗澡吗？你这是洗了个屁股吧？这边有洗澡这么快的？我是不知道有洗澡这么快的，真有你的，我操！洗澡不是5分钟应该多久啊？到底是冰雷还是风雷？一会儿冰雷，一会儿风雷的，我糊涂了。感谢一大块腹肌的翅，我搞糊涂了，到底是冰雷还是风雷？风雷是吧？我放一下试试啊，我来了。哦，这就是雷风暴，雷暴，就这里好不啦？就这样，这样夹得快一点。哎，我突然一变，
哎，水友不知道，我又一遍，哎，两个一遍，这水友上来就不能狙击我。这不就跟以前玩武侠一样？哎，对的呀，上来水友就喜欢那个呀，哎，必须得晃过水友。刚才三个人追着我杀，我接受不了。最佳的那个方案是那个东京电信加上这个 North 的那个叫什么 East 啊 ，North East， 东北亚，东北亚加上那个，就延迟很低，很爽啊，很爽。谢谢一大块腹肌老板送的一个高能预警，感谢一大块腹肌的吃。快快快，捡点东西，先随便捡点破东西，先用着。我上来就升级了，我上来就超载了，证明我们在圈里啊。管他呢，捡了再说。我操的，雷和冰是什么呀？雷和冰不行吧？你们有人玩冰吗？这个，我感觉雷和冰应该不太行。哎，这个突进感觉好弱啊！挡住小地图没卵用的，兄弟们，这游戏能飞的，小不小地图都不是事儿。真的，小不小地图这游戏都不是事儿。你们听到我这里没？我这里哦，一下子是一个东西在叫吗？是什么？是个女的。啊，她神经病了呀！她为什么讹一下？我不知道呀。谁用的？不行。冰加雷是垃圾啊！冰加雷是垃圾，不行，我已经看过了，真的不行。越步更废的技能。突进是最废的。我觉得越步也废啊。越步是哪个？狼血是最废的吧？越步就是跳空中打架的时候少了一个技能，相当于。哪个越步？就是跳空中，然后又掉下来。那个不是挺好吗？空中打架不挺好吗？很弱吗？五秒钟 CD， 但跳得不够高呀。我换风了，我风雷了。两个大招一起放。大招不都是一起放吗？伤害才打得满啊！玩风的话，两个大招一起放。对啊，你风系人，然后另一个大招不就砸？砸下来或者之类的吗？突进技能好像低级和高级差距不是很大。哎，我怎么乱捡书啊？我乱捡书，乱捡。我三级了，我这书都三级了，我的天，把我吓着了。三级是满级了都。幸运小子668乱捡书，乱捡，就这么幸运。操，这两个打到人就嗝屁了吧，直接秒了吧，是吧，同学们？小血瓶我已经看不上了。我现在只捡大的了，刚才脸有点肿，摄像头没开，脸肿着摄像头就没开，这会儿脸应该不肿了。这不是挖着吗？这不就是挖矿吗？这不正挖着吗？哎呦，挖得好好的，捡满了，得换大血瓶子。那你们一般是用什么技能的？那个飞行啊，还是什么？飞行，或者是，还有个啥来着？飞行追击倒挺狠的，躲避也不错，就是那种视野。这里有个史诗火。我用的是雷，我得换个雷手套。我这雷他差的一逼，我操，我这雷。我到这个 village 村庄里面。搞点货，这掏着掏着被动技能就掏满了，掏满很厉害的。我这里发生过惨案，要小心。此处确实发生过惨案。哎呦，来了，我这儿有人。
妈百分之一百，哎，这是人机吗？掉这么多装备，爆这么多东西是人机吗？这真的是人机吗？人机能出这么多装备吗？也许能吧，不知道。我怎么还是最低级的雷护手啊？我接受不了。我操，还有紫色护，这不是紫色护盾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有紫色的护盾呢。进圈可以升级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这种游戏估计没什么，不太可能有什么挂吧？搞什么挂？这游戏没什么好搞的。无限蓝呀！刚说完你就想出外挂的种类了，真有你的！话刚落音，你已经把外挂种类都想出来了。哎呀，终于升级手套了！哎，这个大转盘这东西多呀，爽！我这九个卷轴要全满了，我不能升了，我卷轴已经有点浮夸。我操，升到不能升了，可还能行？这把怎么这么安静？这个游戏没办法自动锁人的，它这游戏射击轨迹很慢的，它不像那种子弹，子弹一秒钟可以飞什么六七百米，它没有这么快的。它的弹道飞过去，你这人往旁边左右动一动，它怎么瞄准的，对吧？瞄准不了的。它这肯定瞄准不了。就反正现在玩的人也不多，我估计没不会有什么挂的。这种游戏只有玩的人特别多的时候才有挂。哇塞，这圈缩的这么极限吗？要玩游戏要玩的人多才有挂。卷轴都吃不下了。不行，我这武器太弱了，两个蓝的武器。你这石头不行吗？感觉好像有点差呀。哎，这边有人在 NE 方向 ，NE 方向 ，NE 方向圈里面开打了已经。我先掏围巾啊，我药比较多，我先掏围巾。我干起来了，我好像干死人了，有人在天上，好像是谁啊？我又干死人了，我确实干死人了，好事成三，东西有人偷袭了，警报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当心啊！我在回护盾。这个人怎么跑上来近战的？菜鸡啊！菜鸡就这么玩的呀？都在空中，他们。我上去弄他们。这俩也不输。我现在不着急。他掉下来了，他掉下来了。你们在圈外吗？哦，这会还没说。进去吧，弟弟。我操，这什么输出啊！我背后有个人，我操，一下子把我秒杀了。背后来了个队伍，三个人一起打我。Match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啊！
倒了，啊，我接受不了。李丹还活着吗？我操，陷入苦战。他们没一点办法呀，四面八方全是人。哎呦，你没点被动的？点了呀，四面八方都是人啊。好像只有火焰有那个复活被动。没啊，全都有。没有吧？我这电法没有啊，好像。全都有，你要点进去啊，编辑啊。我电法好像没有。编辑进去。我操！我被一个小日本打了，他打了1000点输出，操他个哥！他一个石头加一个电，怎么能打1000点输出呢？我不明白啊。哦，我这等级不够，我操！难怪我没复活。就每个手套要到3级才有复活，对吧？好，操，优化老活法了，牛逼啊！坚强，我这小日本贼坏，我操，在空中放我大导弹，我。他不过是充了个值，买了个皮肤而已。能氪金的，氪金只有皮肤没用的，皮肤有什么用了？你买皮肤被人家干有什么用了？老活法优化，我真的是喝一会儿啊。连珠火球，我这电到3级就好了，我这电到3级我就厉害起来了。你好没蓝了。哎，他放的那个冰块你也能滑冰的，你先放火墙再放风也能火龙卷的啊，也能的。不错，强啊，优化专业呀、啊！我操，不愧是老法师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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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被电的有点痉挛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你这太刚了呀！哎呦！快走！哎呀！哎呦！这个隐身偷人挺厉害的，跑在别人背后给他来一发，我靠！啊！187啊！打3个人他妈187，我是怎么打出来的？糟了！糟了！太他妈丢人了！哎，我这有再起的，我放了再起了，为什么我起不来啊？你只能用一次要再起。但是我没站起过啊，怎么办呢？哦，他有总上限的。他有总上限的，我为什么再起没起来过呢？那奇怪了，这我就不懂了。每个手套天赋不一样，一开始就用过，然后他没起来。哦，这里没改。啊，你啊，他奶奶的兄，我没改，我操！好了好了，这下我好了。哎，那他怎么提高上天赋的总上限点数啊？你看一下，他上面有要求。不是天赋点总点数怎么提升的？不能提高总点数吗？但应该就只能选三个吧。我再来了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雷了，我就喜欢玩雷。我得雷点了，我刚才雷没点，我现在那点了。我刚才控了两个天赋点没点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优势很大。这把我优势很大。感谢木七七，谢谢6685我来了，送的66个魔法指环。哦，原来风是这样子玩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用风的时候对地面打，你会飞起来。用风。
会吗？会啊。啊，就是就是。这儿吧，这儿比较好一点。这忍不住的呀，这。这忍不住的呀。我操，这里他妈四个人啊，这里忍不住的呀，这里全是人呀，干呀，干就完事了，怕什么了？有复活的怕什么了？干就完事了。要捡到呀，首先。复活要捡到吗？再起呀，啊。啊，要捡到那个卷轴才能再起了。对啊。哦，这我都不知道。不用吧，直接能复活吧？你别搞的。那就灵机可能就只有四点血吧。直接就能捡的。不能升级，复活只是。可以啊，三级啊。复活升不了的，越高他复活之后的血越多啊！干起来了，有一个兵快要死了，帮忙啊，兄弟们！啊！离我们太远了，八个人集火我，跑呀！哎呦，这么多人打啊！八个人在集火我，哎呦，我一下来八个人一起打我，我这边有武器，这边有武器，快！他们来了！那他妈太难了，这生活。我操，他这游戏回血，我烧死他们一个，我烧死他们一个，回血量也太低了吧。这好像是个 NPC。刚刚那个空的那有人的，你呢？不知道，我在找。嗯。他在用狼技能，他妈的，我又不知道他在哪。我操，史诗雷电，糟蹋这边，糟蹋史诗雷电，他不糟蹋吗？混子，有个人找你去了，云哥，好像是那个人的队友，找我，把他屎给他打在他裤子上，他找我。他胆儿肥了，我现在可不是刚才的我，我现在比刚才的我不知道强了多少，必须无敌了好吗？我现在必须无敌，必须的。哎呦，这圈有点远，有飞行就还可以。我刚才那把我死的时候那手套都太弱了，再说我两条命我怕谁，我现在不是一条命的人了。史诗乐步是什么鬼呀，我的妈呀。哎，你那死了、我打不过了呀，你不说话，你自己跑那去，你也不说话。我杀了一个他们队友呀。啊，你被人开了，他妈的，这个逼复活他妈60滴血，老子只有10滴血。哇塞，你个臭蛋，我操，偷偷摸摸被人杀害我。他传奇火狐手呀，这个狼呀，我操，这么远。是啊，
偷蛋里那惨遭人毒手。咋了？我要吃。那人已经被毒死了。我没被毒死，我不知道背后那人被毒了没有。我怎么可能被毒死的？我又不是臭蛋里呢。他没有死，他还活着呀。左上角没显示呀。没血包了。山穷水尽疑无路。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！我没死，你们是不是可惜什么了？我说了，我不是臭蛋里呢。这里全部人逃过了。说了，我好像是臭蛋里那似的。有显示吗？左上角那被淘汰。我替李娜报仇。他被淘汰了，他被 X875104。淘汰了，就毒里面有人把他打他是吧？哎呦，糟了！那臭蛋来了，我被一堆人追杀，坚强！我看到你了，来了吗？来了来了，不敢过来，他们不敢过来，他们退了。哎，他们溜了。有血呢，我没，我啥也没有啊，啥也没有，去捡一点呗。下面大血包，快，就在下面。哎，我给你标一下，没有大血包，看见了，很大的大血包，舒服呀。我需要搞个，这旁边还有血包，你可以再捡一点。这拿，这有项链吗？啊。绿的我估计我没用，我没什么用，我需要个蓝的项链。哎，来了，哎，飞过去了好像。他们在那混战，我看到了，在混战。哎呦，这山上全是人。嗯，山上不好，山上发野了，可以偷一偷，可以过去偷一偷。哎呦，你挺贱啊！乖乖，不让我吃血流是吧？我来啦！他护盾回的比较快，这游戏。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，他只有一丝血了。好，我来弄他。哎，这又是另外一个人了。另外一个人了吗？你走，弟弟。给我进去。哎，对啊。我操！怎么回事？我看哪去了？完了，我去了啊！什么情况？全是人啊！加油啊！糟了！乖乖！
我操，这他妈一个石头打我这么多血啊。啊！哇操，全是人，我操他个哥。糟了，糟了，全是人，糟了，全完了。我操，这小日本才46点伤害，我哎呦尼玛，他妈46伤害就打我身上20点，给我毒死了，我嗨，哎气死我了，我这小日本玩这游戏玩的挺起劲啊啊。奶奶的熊，20点护甲，46血，我操，我接受不了，我真接受不了，还是玩那个火风吧，还是玩火风吧，这个火他妈打起来舒服，玩火风算了，还是火法好，真的还是火法好，我这跟刮痧一样的，每次电就电个十来，11、12这种伤害有点太低了，好歹也是个紫色手套。服务器发生意外错误了，什么情况？没有吧，李娜没有准备啊，李娜已经买套装了，你就冲上了啊啊，这游戏打的不行，你妈套装买的这么快啊，什么人啦啊，第一个死然后把套装先买上，这有你的，怎么叫做不是、啊、你在收藏里面有啊，收藏里面直接有吗？哦，那闪电剑能跳到别人，但是没人啊，兄弟们，主要是旁边没人啊。我把配乐放起来了，打算放配乐吧，就冲中间吧。嘿，突然改位置。感谢668我来了，谢谢木七七，谢谢小蛮谷子，感谢还没睡醒 C。1毛钱300个 KFC。音乐来不及放了，就这样了。自由发挥吧。哦，旁边有人，救命啊！哎呦，我看见了。死了！我这还有个电法，快李娜帮忙！还有一个，来了！死了两个，还有一个，哎、干他！啊，全死了！啊，还有一个！来了李娜，来了呢，我装备都没拿就在往这边一直跑呢，帮忙的，他就一丝血了，这是另外一队的好像，帮忙，没了吧，血包已经被拿过，这么快的，我他妈拿都没拿东西就跑过来了。Stick together， 停。这里有个十四郎，传说狼血有人。先用着呗。我换了。这透视感觉几乎没什么用，这游戏里面。是啊，你跟人打架少一个技能的。嗯，开局项链很重要，传说项链很重要。谢谢包子汉一把，感谢710，感谢年少不少年，谢谢你是我的梦。哦，大护盾，项链早点拿，这两个东西挺重要的。上来拿不拿得到，差距挺大的。哎呦，没项链就飞都飞得近我。这蓝不够呀！啊，蓝不够，贼惨我。没项链真的惨。项链腰带开局很重要的，特别重要。
先弄个闪现先用着吧。他小雪没回，看看拉满回多少，还没看呢。哎呦，这个还可以啊，才回20啊，小雪瓶也太少了吧。鼠标中间标记我知道，我刚才给队友都标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什么技能啊，这个突进是什么技能，不会设计出这种东西的，设计师脑子坏掉了吧。啊，反正得出结论最有用的就是飞行。感谢 Mikasa， 谢谢飞帅的集，飞行赶路也挺好用的，各方面都不错，打仗追击逃跑都可以。这什么东西了，这个突进我怀疑这是 NPC， 我 NPC 不然不会蠢成这样。谢谢传说好运，管他是不是 NPC， 那我先爽了再说。我的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开了这个空档。史诗兵应该没人要的，我们这儿。我这风打地上可以无限让自己飞起来、弹起来，你等它冷却好就行了。那有什么意义呢？感谢恋爱 Lucky， 我要等弹回一点，然后感谢中奖绝缘体，毒来了，毒来了 ，IP 阿荣。你不拿啊，有的。拿个鞋。我是紫色的腰带了。感谢一粒小菜芽，感谢阿荣。哎呦呦，还好，掉一点问题不大。打起来了，别吓人啊！我想把我的突进换掉，我受不了了。哈哈哈。怎么会有这么弱的技能的？这能算是个技能吗？这随便换个什么都比这个好。哎呦，谢谢云哥搞快的，爽！前面有前面空投，空投，空投，里面至少掉2件传说。有的，干他呀！有什么好说的？都喊你脸上。我这儿有一个，云哥旁边有一个，死了好像，哎，死了，好像是死了。哎，还有一个后面，云哥，这是个灯吗？这他妈是不是电脑啊？感觉好灯啊！那感觉也太灯了。哎，他还是有那个的状态的。我搞个阴险，我弄死他。Steam 上面没有这个游戏的，这是 Epic， 我这不是上面写着吗？兄弟，上面这么写的 Epic 平台上。我项链不是蓝的吗？我项链是蓝的呀，哎，能不能看它是不是蓝的？紫色腰带大家都有了。吃个护盾，一定要弄个紫色项链，紫色项链、橙色项链特别香，香的一逼。对，这游戏是免费的 ，EPSE 你可以下载一个 Epic 平台，然后直接前面有人，游戏是免费的。方向。之后玩那个东北亚，North East 东北亚，好像一个捡什么兵啊？哎呦，他看见我了！我捡个风，干他就完事儿了。人呢？
在天上，这逼在天上，他追你呢，两个人一起在追你呢。他妈没风，我要有风就好了。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，有一个在我这儿。我这项链有点不太行，确实。他被我打了一条命了。来了，这逼来了，二逼来了，弄他，还是两个。你刮你妹啥呢？在那刮的起劲。啊，臭妹妹，臭妹妹装什么呢？臭妹妹，好，跑哪去了？装你妹呢，在。好，使劲跑，使劲跑，使劲跑！跑到堵外面去了是吧？废物！我背后一队，我来隐身阴他们。看见妈了个巴子，跑！165的贱人。哎呦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！还有个紫色项链。你先回血、啊。你就一滴血，你还敢打人啊？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梁静茹吗？啊，废物！一滴血还追人？他奶奶的熊，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？昏他了，死！我掏点他的血崩。跟我斗，我现在是大法师668。紫色项链别忘了拿，兄弟们。他妈必须得给他们好好上一课。该进圈了啊！嗯，那边有人的。开玩笑，我大法师668好吗？现在我上手了。谢谢麻将馆惠宝宝，感谢欧皇中奖小王子。这里怎么都挂机的？一战成名。这一点血包之类的东西都没了。我操！哎，伤害太高，救命啊！死了死了！哎呦，血瓶血瓶你了，看见没有？我还这里，看血瓶，这里都是人，你跟我看血瓶。你跑过来捡啊！我先捡了再说。这里好像可以，好像全是毒手套。来了来了，出来了！风怎么没有呢？全是毒！我操！我锤了六个人了，要死了！
强啊，六六八！有个受害者出现了。哎，干嘛？哈哈，你干嘛？你在这儿啊，臭弟弟，这是你玩的地方吗？啊，臭妹妹，跟谁俩呢你？大法师六六八的地盘是你们能进的啊！救命啊！没好，没事，我吃着血，没事。有人带隐形的，小心啊！有个坏流。哎呦，这个人一拉一拉，好像能不能不看清？我操！大法师六六八！哇！我操！大法师李娜！大法师臭蛋李娜！我操！但是伤害打了520呀！太帅了！我操！大法师六六八太帅了！哇！帅了，太帅了！上手了，上手了！大法师六六八正式宣告自己上手，太帅了！我操，废物李娜，我荣誉不得了，八个荣誉，天哪，太强了！我操，我要是还没封，我配个封，我不得了啊！我这直接就是在那个收藏里面就有呀。李娜真臭，我操，真的。哦，那你这个不是买的那个啊？收藏里面有呀。你这也太臭了，我凭本事抽的，怎么了？哎，你这人怎么好意思的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有本事也这么抽啊？行，你牛逼，你牛逼，你牛逼！感谢一战成名玲玲，我打的绝对不是人机吧？这怎么可能是人机，同学们？我可能杀的里面有两个是人机，后面那些都是对战的，都是些小法师，要在我大法师面前耀武扬威，对吧？后面意思就是后面都是群那个什么啊，吉安娜，你就是一个哦，你俩这个衣服就是直接穿的是吧？不要钱的。嗯，我得了个接受了个这个背包啊，在哪接受的？就是收藏里面啊。收藏里面接受背包是吧？嘿，这免费游戏玩玩越玩越上手的。火法专用，你看这个后面是个火，越玩越上手了。这个点吧，这个点我觉得不错。沙漠里面好东西贼多。那个隐形技能其实挺变态的，隐形的。哎，我就去人多的地方，我上来就跟他们干，我上来就跟他们干。大法师要什么皮肤了？你看飞客弄皮肤了，瞎搞。高手大法师玩什么皮肤了？高手，好吧，高手。准备上两位数啊！我这把准备上两位数。哟，这么多人！我操奶奶的，我上来就干你！哎呦，我操，干的这么凶的！哎呦，不是吧？哎呦，就好！哎，我他妈被动都被打出来了，友好也被打出来了。我也是啊！哎呦，我要去了，太猛了！太惨了，太惨了！没了，没了。没了，全没了，友好也要没了吧？我有一点点血，我去找他们吧。哎呦，友好把人抓了呀！我先把他，对，先把他蒙了他。没人了？有的，周围全是的。哎，他队友来了，我看来了呀！哎呦，糟了！
糟了，直接准备，啥也别说了，啥也别说了，直接准备。哎我操，太臭了，我操！三分钟吃了两把鸡，我操！这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就他妈三个人怼你脸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我确实，哎，就下去就直接按左键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没操作的这。恶性报复，很恶性，纯粹恶性报复。我感觉我机制还是没完成，然后我大概知道了我应该玩什么。你机制没搞明白吗？不是，依照我这个人的性格，我已经想到了，我应该玩独家币。玩独家什么？独家币。独家冰是什么效果？不是减速呀，冰也是减速呀，不还可以再冰只有那个一技能才减速吧，只有那个大招才减速吧。是的呀，毒也是呀，毒是全程减速呀。哎，就去人多的地方干。哎完了，我一个人过去了，糟了啊。没，还好还好，我们差的不远吧。我们这个球，哎，往你们飞了，往你们这儿飞了。哎各位，我再往你们这儿飞，打个球啊，标一下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三个球吧，一共。这里人肯定多的，不用看的。这里他妈人肯定多的。哎呦，一来就直接有人了。啊，这肯人肯定多的呀，不可能多的。先捡点东西吧，捡个项链什么的，战斗力强好多的。我先冲进去捡个项链啥的，我。我操！快来帮我，这里三个菜狗子、啊、我来了，真的菜，这狗子真的菜，去死吧。哎呀死，我去了。你去了？云哥这个石头要死了、啊、我被动触发了，我这个人快死了。哎呦这个石头，哎云哥漂亮，那我必须三杀呀，我大法师668必须三杀呀。他好像要救队友，他救个奶子。哎呦他配吗？我他妈跟你抡正面，不要六六八，开玩笑。我一个人打了。喂，你背后六六八。哦，废物，你个铁废物，快救优哈！我这里没了，赢了。啊，我一打三，漂亮，菜狗子啊，三哥。哎，又来了一个，又来了一个人。哎，云哥，把这个火给你，把火给你。我不敢去了，他们在舔空投。我来了。奶奶的凶，把 K 化，我忍得住的。真走运。你没找到血包吗？嗯，还没有呢。我得整根项链了。不是传奇雷电有人要吗？传奇隐身有人要吗？啊？我这有传奇隐身，有人要吗？我要呀！来到我这儿来。传奇雷电在我这里啊。传奇雷电不要，传奇隐身我标了。你就喜欢干点猥琐吗？我不拿隐身拿什么了？干猥琐了。做个猥琐的 baby 了，这才符合我呀！优哈死侍飞行呀，发现隐身这里。不要隐身太慢了，我不喜欢慢的，我就喜欢追着被人打。这慢的我受不了，我接受不了，我不喜欢慢玩慢。终于开这个球，好像来人了，谁敢过来？大法师668在此，谁敢过来？把他屎给他打在裤子上、哦、哦，这有人，要吗？
开打了，刚刚就打了这一队的，史诗兵要马里了，不用，就没血拼的，哈哈，隐身被我一下秒杀，强啊六六八，隐身被我秒杀，无敌了，大法师六六八，哥，来找你了，来找你了，没事。他还敢过来，把他屎都打在裤子上，他敢过来。哎呦，毒来了，毒来了，啊，毒来了，有点远了。项链呢？我要个项链。这么远啊！我要拿个飞行了。哎呦，好多人跑毒，好多人跑毒，好像。你现在知道要拿飞行了，李达，没办法呀，首先我这里读这里，我首先打了很多伤害呀，隐身那里。那快点，还有飞行呀？刚刚那个传说飞行呢，有我换的一个飞行，好像。你再找飞行再过来、啊。那我觉得你有点墨迹了。我没有找，我在努力往里面跑，路上能看到就看得到，看不到算了。两个紫的是什么？哎呦，这有点堵啊。哦，来了，我怎么感觉我要美了？不会吧，倒了，我操，怎么没项链呢？完了，我去了，可以救你吗？好像能救，因为我到圈边上了，我看到你的位置了，这个灵魂好像在圈，不叫圈，马上过来啊，稍等一下，你应该能撑住，我看你的秒数应该能撑住。哎呦，我出大事了，我来救你了，我捡了个他妈一个传奇项链，我操，我闯大祸了，顶住。哎呦，他灵魂不能跳的，我靠，糟了！没事没事没事，马上就到。哦，传奇项链，我操，这个蓝量舒服呀！我来了，能救你两次吗？我应该能进去吧？走，你先冲，直接飞起来，飞起来，往边喝药边跑，有半血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救队友，就还不救队友，还拿卷轴呢？以为我是臭蛋呢？你以为？把我当臭蛋了，同学们。前面全是人，空投的。先吃血吧，先吃血啊！我这有血，你来拿一个呢，快。我来。快快快，来拿血。臭蛋李娜到了没有？坏了。我捡了些小血，想尽一切办法跑了进来。空投可以开，没人。还好这两个圈隔得近。你们项链都有了吗？我是绿色的传奇火手套，我操，无敌！搞个火！哎，这是死啊！有个那个，有个隐身，这里隐身应该挺好用的。我换个隐身吧。哎呦，这是劝进、啊！人呢？我开始杀人了！我开始我的屠杀了！前面有个空投去吗？看哪边有人，我就吹哪边。空投做诱饵，这里怎么会没人呢？还有18个受害者呢，怎么会没人呢？哎呀，我这一身装备，我不干活，我难受呢。哦，在这边 ，NW 拿完。拿完坑头去 NW 啊！我看到了， okay. 拿！哟、哦，传奇腰带！哦，飞行来一个，走 ，NW， 三五330这儿，
哇，我头上我估计他在捡东西，这么激烈的，好像在六零，哦是在六零，我这很多人，难搞的嘛，别打我了，那这你去了，全都在打我。糟了，闯祸了，也碰见人了。哎，这也能打到的？我操！我被两个石头扔死了。Fuck！ 哎呦，操！我操！被那个石头扔死。Fuck！ 凑在李娜身上。先找个锅给他背上了。背了。幸好。我操，那石头范围有点大。这个范围有点大。看看李娜，看看。我招585，操你哥。我一开始读的他们那也太狠了，我隐身的时候。不管，反正就是因为你的原因，自己一个人跑过去送头。我就是终极，他妈三个竹云读得他们好狠，人都是懵的。说了半天，你这说了半天被人，反正就被人白给一个都没啥。玩毒的你指望啥？我做的是减速，好不好？那石头我不该中的。我刚才加速技能弄好，不中那个石头就好了。那这连中了两块石头，太臭了，真的太臭了。你们为什么不在收藏里面把皮肤穿上？没什么好穿的呀，锤人就完事儿了呀。赶路的时候血。主要是风没拉住他，风拉住他，火一烧，这个风有没有拉住他很关键。他这个游戏的技能还是不能乱用的，除了强势追杀啊、强势追杀交 shift， 其他时候技能见招拆招，打反击比较。最多的地方，明着去人最多的地方，改动啊！因为刚才我们这个走边路，什么，这次出现在河里，改动。你们那么好几个空投呀，又不是这一个。先捡装备吧，你先拿吧。啊，那我也不开。我去开了。开个屁！你开老装备啊。先捡。有装备才是王道呀。啊，直接就在毒圈里面。在我这儿。哎，这个活泼呢，什么捡个项链，蓝量太低了，我都问我吃没吃鸡。
我有一爆，我有一局杀爆全场，杀爆全场，人称。这么准，